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伦，欢迎来到爱故事频道。我将古文历史转换成白话故事，希望能让大家呢更容易去了解前人的经验以及智慧。那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上次说到呢，面对五国合纵联军再次来势汹汹，秦国呢准备应战了。秦国这边呢，这次依旧是派出了蒙敖，另外加上了王翦跟李信来迎战。此战光是依据史记的说法就有三个版本，有说联军攻到寿陵，也有说联军攻到醉，更有说这联军呢只攻到函谷关了，完全没有个固定的说法。不过从结论来看，最有可能是的联军只有攻打到这函谷关，根本就没有攻进去秦国啊。这怎么说呢？看看结果你就会知道了。战前王翦向蒙敖建议说，主帅，此战以楚国为首，若采取之前苏里及函谷关一战或是白起伊阙之战的策略，秦军应该是要攻击联军较多的地方。不过这次状况并不一样，前两次我秦军有速战速决的压力以及兵力上的绝对弱势，所以呢，发动突袭便成为当时的作战策略。而既然决定要发动突袭呢，当然要从弱处着手。然而目前秦军既无速战速决问题，也没有兵力上的劣势，加上各国因为蝗灾一定会有粮食补给不足的风险，这对方粮食不足就会希望暂时早早结束。既然对方想要赶快结束这场战争，以他之见，秦军只要固守函谷关再伺机而出即可。听到这，蒙敖点点头表示认同王翦的说法。所以王翦再接着说了，而且我军这次出击呢，也应该与前两战的做法不同。那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晚点再告诉你吧。终于联军来到这函谷关城下了，这庞涓一看到蒙敖坚守不出啊，他就知道不妙了。可恶啊，秦军想要把这仗变成持久战啊。然而依照目前的粮食状况，此战绝对不能成为持久战啊，要不然对联军不利啊。所以他开始不断对秦军展开挑衅了。然而面对庞涓的挑衅，秦军却不动如山了。庞涓心想，糟诶，要是秦军不肯出战，对联军来说后勤补给的风险就会马上上升，与其战败而退，不如无功而返。所以在经过几轮进攻以及挑衅无效之后呢，最后庞涓决定了，既然暂时无法攻下这函谷关，那只能先暂时后撤，之后再找机会来过，至少联军可以保存实力。于是庞涓下令大军撤退。蒙敖一看，终于啊，终于等到你联军后撤了。前面说过，依照王翦建议呢，秦军早就已经在等你庞涓做这个决定很久了。没错，因为联军后撤的同时就是秦军反扑的时刻了。那该怎么样来反扑呢？来，换作你是蒙敖，你要出兵追击，或是你是王翦，你会建议选择谁作为追击的目标呢？选赵国吗？这庞涓还算是用兵能手，而且撤退有序，攻赵未必能获得效果。那要选择攻燕、魏或是韩吗？看样子庞涓也注意到了这点，所以他有在掩护这些国家进行撤军，应该也不适合。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国家早就已经快被打趴了，没有差现在动手解决掉他们啦。要知道他们之所以敢一起站出来，就是因为有楚国这个大哥在挺着。要是秦军这次能对这带头的家伙呢给予一记痛击，那之后相信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合纵了，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方法。想好了就去做。没错，就像前面说的，同样是秦军面对联军，然而带兵的不同，状况以及时空也不同，战法自然也就会有所不同了。在王翦的建议以及蒙敖的一声令下，秦军展开出击。那追击的对象是谁呢？他们追击的对象就是这楚军啊。这已经在返还途中的庞涓了，原先还担心魏韩受创，所以呢，他让魏韩两军先行撤退，自己呢则是与燕军断后啊。并且在联军撤离战场之后呢，他带着燕军呢转向攻打这不来帮忙的齐国，夺取齐国的劳安作为此战成果啊。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是啊，秦军这次追击的对象竟然不是他们，而是楚国啊。那不只是他，连春申君也没想到啊。这春申君虽然赶紧回头迎战，但是楚军依旧遭到秦军沉重的打击啊。最后虽然楚军成功撤离战场，然而此战呢却必须让楚国再次迁都这次寿春啊。那换句话说，楚国应该是有伤到啊，要不然干嘛要迁都呢？不过这里要先打个岔啊，楚国的迁都历史啊，是自从这楚文王啊定都在这郢，
也就是一般认为啊，在现在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北面这济南故城啊，之后呢，到这楚顷襄王时候，因为燕影之战了，遭到白起攻入都城了，而迁都到这城，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的这个城楚故城啊。而这次呢，则是在迁都到这寿春，也就是现在安徽省淮南市境内啊，因为是寿春嘛，所以又叫做寿影。这楚国虽然换了几次都城啊，但是呢，都叫做郢都啊。所以呢，当我们说这楚国都城郢的时候呢，要分不同时期啊，可能是在不同地方啊。由于此战失利啊，之后楚考六王与春申君的关系啊，也就开始疏远了。不过当时呢，这位传奇人物啊，战国四公子的春申君呐、啊，并没有想到这合纵兵败的结果啊，也为这战国局势啊，埋下了另外一个变化。因为这五国联军函谷关攻秦之战啊，结果联军样样而返，而楚国呢，还吃足了苦头。这让年仅18岁的秦王政看到了这列国的无能啊，他心中开始相信，没错，秦国是很有机会灭了这六国，终结这场乱世的。然而，并不是现在，现在的秦国的确是需要先休养生息的。一旦秦军完成休整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准备迎接这战国乱世的最后一系列战争，那就是五年之后由他所发动的秦灭六国之战。函谷关之战结束后，秦国回师进攻魏国，夺下朝歌，之后再进一步攻打这小魏国，逼近东郡，迫使这小魏国国君角率领他的亲属迁居到这野王。这小魏国呢，借着三世贤主借以阻挡秦军，并且呢形成魏国河内地区的屏障，这样啊才暂时阻止了秦军的攻势。隔年，也就是秦王政七年，天空中的彗星频频出现，先是出现在东方，接着又出现在北方，然后又出现在西方。对古人来说，这彗星就是扫把星，看见这彗星表示会有不吉利的事。那会出什么事呢？东方没听说，北方也没有，不过在西方却出事了。这蒙敖将军在攻打龙姑晋都，并在回师攻打吉邑的时候呢，过世了。不久，彗星再次出现在西方16天。而秦庄襄王的生母，也就是秦王政宗嘛，夏太后过世了。哇，有没有那么倒霉？怎么彗星到其他地方都没事，就偏偏在西方会出事啊？这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天体运动呢，会造成磁场或是引力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人？不过我不是算命的，我无法告诉大家这个答案。我能告诉你的是，秦国倒霉的事还不止这一桩，因为再隔一年，也就是秦王政八年，秦王政派出他弟弟长安君陈角出兵攻打着赵国，而这派出去的军队啊，竟然突然间怎么样，起兵造反啊。哇，在搞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据说是这陈角呢，在听到他的将领呢樊无期的话之后呢，他决定了在这屯留啊临时起义，发动兵变，然后倒戈回攻秦国啊。哇，这樊无期到底是跟他说什么，让他突然间决定要兵变啊？因为樊无期告诉他，秦王政并不是秦庄襄王的儿子，而是吕不韦的儿子啊，所以现在的秦王根本就是个假的。真的假的？当时你又不在赵国，你怎么能断定这秦王政就不是秦庄襄王的？除非是秦庄襄王亲口告诉你啊。但这种戴绿帽子的事，恐怕不会有人愿意跟你说吧？啊，你到底是从哪里听来的？哪里听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陈蛟现在手上有军队啊，加上他早就想取秦王政的代之了，有了这说法，他就刚好有借口可以名正言顺出兵抗秦啊。会不会有点草率了点？这种事通常不是要在外面先放下留言，然后让这讯息发酵一下，这样才能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以为你哥哥秦王政是吃素的吗？好了，就算他没有提防到你，按了你想吕不韦会不防着你吗？这贸然的行动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没错，陈蛟前脚才刚一兵变，这后脚秦国大军已经准备好应战啊。哇，看来陈蛟是中计了吧？是，秦王政下令王翦、张唐、桓颖、王奔等人率军讨伐叛逆。是的，在不知情人来看，陈蛟就是造反。那开玩笑，那要是跟你一起造反，那要死的恐怕不是只有自己而已啊。所以当秦王政派来军队前来围剿陈蛟的时候呢，这陈蛟的军队啊，顿时溃不成军，三两下就被解决了。之后秦王政下令将这所有同陈蛟参与叛变的这将士呢，全部给斩杀，另外将陈蛟原先封地上的民众呢，迁往这临洮。
那至于这樊无期呢，跑了，真可恶啊！那总要有人顶一下，让秦军可以将这带头作乱的人带回咸阳，给咸阳人民一个警告，这就是背叛者的下场吧？那没有人该怎么办呢？最后秦军决定了，将这已经死掉的将军毕啊带回去入师。入师什么？就是鞭打哈斯底啊。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就算要入师，也应该是入师成交，怎么就会轮到这将军毕啊？好问题，我也猜不透啊。除了成交跌落河里找不到尸体这答案外，最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答案了、那就是在屯留举兵造反的并不是他，他是先死掉之后的，这下属才举兵造反的。不过也从没有听过秦军突然间造反了，这说法好像也说不通。那好，不研究了，老样子，这问题就得给考据学者去帮忙。我们就先用史记的内容啊，暂时认定成交造反了。这死了名将，丧了祖母，现在又杀了弟弟，人家说事不过三，那秦国倒霉的事应该要结束了吧？要是真的这样就好了，这秦国的坏事还没结束嘞，因为另外一场宫廷的风暴正吹向了秦国的宫殿以及他掌权的大臣，那就是丞相吕不韦啊。这秦王政虽然一天天的长大，不过这吕不韦做赵太后小王的行为却没有停止啊。那你以为吕不韦是色胆包天不怕死吗？别搞错，这不怕出事的是赵姬，并不是吕不韦啊。这吕不韦每天担心害怕有一天会东窗事发，那到时候这杀头灭顶的灾祸将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那该怎么办呢？不就是赵姬喜欢养小王吗？找个替代品给他不就行了吗？所以早在成教兵变之前呢，吕不韦就到处暗中寻访啊。终于他找到一个生殖器很大叫做嫪毐的人啊。据说这个人可是个天生当小王的料，而且呢还是个超级小王啊。他绝对可以满足赵太后赵姬的需求啊。这怎么说呢？因为听说这个人呢可以用他的生殖器啊来转动着车轮。哇，有没有必要这样表演啊？这样太危险了吧。这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这绝对不是叔叔有练过就可以了。这实在是太危险了。那说句实话，吕不韦找个替代品给赵太后也就算了，那何必弄个升级版的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当然有可能前面已经试过很多个都失败了，所以他只好出大绝招，拿出这个升级版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吕不韦找来这个嫪毐了。这吕不韦把这嫪毐找来当自己的门客之后呢，接着他将嫪毐的专长呢告诉这太后赵姬啊。这赵姬一听，真的假的？那你还不赶快将这个人送进宫来啊？不过哪有这么简单啊，这一般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进到后宫来服侍太后啊？是的，一般人的确不行，但吕不韦不是一般人好吗？他先让人呢假装诬告这嫪毐，并且呢将他给处以腐刑。所谓的腐刑呢，就是割掉男生生殖器的一种刑罚了。接着吕不韦让太后出面呢，暗地里呢塞个大红包给这些施行腐刑的官员呢，让他们不要正对嫪毐施以腐刑啊，而只是拔掉他的胡子跟眉毛假装一下就可以了。这样嫪毐就能假扮成宦官顺利的混进这宫中服侍赵姬啊。这赵太后在得到升级版的小王之后，她开心啦。不过这开心也没多久，马上就乐极生悲了，因为这赵太后竟然怀上了嫪毐的小孩啊。哇，这要是让外面人发现那还得了，这老公都死了这么久她还能怀孕，这要如何对外解释啊？她可不是芈月啊，芈月大权在握，可以叫大家闭嘴。那这赵太后该怎么办呢？怎么办？这赵姬想出了一个好方法，那就是呢搬出这个算命的说法，也就是什么准备给他装神弄鬼一下了。他告诉秦王政说，哎，这占卜的人说啊，他若继续住在这宫中啊，恐怕对他不利，所以呢他应该要换个地方去住，以躲避灾难。哪有搬去哪呢？不用秦王政担心，这赵姬已经有解决的方案了。是的，他告诉秦王政说，是这样，这算命的建议他呢请他迁居到雍地那里的宫殿居住啊。这秦王政一听，好，宁可信其有，要不然要是妈妈真的出事，这笔账不就算到他头上了。所以呢他依照他妈妈建议，让这赵姬搬去这雍地啊。吼吼，赵姬没想到这么顺利啊。那这下赵姬跟嫪毐可开心啦、那两人有了自己小天地，就不用再担心宫中的人闲言闲语了。而这嫪毐不出所料激获这赵太后的宠爱啊，所以呢也得到他很多的赏赐。至于这吕不韦嘛，
因为他赵姬找上他，所以他对这两个人是基本上是闭上双眼，而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太后宫殿这边的大小事呢，他一切都让这嫪毐来处理啊。而且不只是让嫪毐来处理啊，这嫪毐甚至还获封为长信侯，享有河西及太原的封地。哎，这不对吧？这嫪毐又没有战功，怎么能获得封赏呢？怎么会没有啊？有一说是之前陈交兵变的时候，吕不韦当时就建议由这嫪毐随军出征去讨平叛乱了，这样他就可以来分享战功，并且名正言顺受封啊。受封之后的嫪毐，他势力越来越大，他家里的仆人呢也有个几千人，甚至呢从各国来到秦国求官的人呢，暂时留在嫪毐门下当客人呢也有一千多人，可以说这嫪毐是混得风生水起啊。而这嚣张的嫪毐甚至对外声称自己是秦王的假父，这假父也就是义父的意思啊。不过嫪毐这样嚣张的好日子啊，也不过只维持了两年呐、啊。你真的以为秦王政不知道这件事啊？依据史记的记载，在秦王政九年的时候，有人向他告密，听说这嫪毐并不是宦官，而且呢还与太后私通，生下两个儿子。现在这两个小孩就在雍地的宫殿里面，而且据说啊，这嫪毐是吕不韦丞相给弄进宫的。哇，真的假的？这告密的不要命了吧？竟然敢打丞相的小报告？或许这告密者这件事根本是演出来的。其实秦王政早就知道这些乌烟瘴气的事，之所以不发作，那是因为大权一直在吕不韦的手中啊。跟秦昭襄王一样，秦王政早就想要取回大权了。不过不一样的是，他要面对这干政的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妈妈，自然他就没有亲情的这层顾虑了。秦王政九年，天空中又出现了彗星，那秦国的政局会出现什么变化呢？秦国在派兵攻打魏国怀疑濮阳之后，终于正式为这22岁的秦王政举行冠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成年礼啊。哇，有没有搞错啊？这种事还可以拖了两年之后才举办呢、啊？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吧，这时候的秦王政才逐步拿回属于他自己的权利啊。而拿回权利的他，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要来个各种大扫除啊。最让他不舒服的应该就是这吕不韦啊，尤其是之前陈交叛变还对外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他要是不除掉这吕不韦，他这个王的正当性将不断的会遭受质疑，影响他的执政啊。为了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他必须借吕不韦的命一用啊。那该怎么做呢？硬碰硬吗？这样在咸阳城中动刀动枪并不好吧。所以他决定要逐步剪除吕不韦的势力啊。而这第一件事呢，就从嫪毐的问题开始下手吧。为了演得自然一点，那秦王政就得找人出来告密，并将这件事与吕不韦牵连上。没错，在听到告密者的说明之后呢，这秦王政表现出非常生气的样子。他回复这告密的人说，不可能，我大秦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你可知道污蔑太后跟丞相可是死罪啊。然而这告密的人一副不怕死并言之凿凿的样子，这让秦王政不得不开始怀疑这件事情的真伪啊。所以亲政之后的他决定，他要不动声色自己前往雍地亲自去调查此事。干嘛要演得这么辛苦啊？当然要啊。换作你是秦王政，你知道你身边有多少人是吕不韦派出来监视你的眼线吗？这样演的好处就是，要是能顺利除掉嫪毐，那就除掉嫪毐；要是没机会，那就将这所有的过错呢推给这个告密的人，这样子就不用跟吕不韦硬碰硬了。这秦王政突然之间说要来到这雍地的宫殿了，而这嫪毐又不是没有人在帮他收封，收封就是打听消息的意思啊。所以嫪毐怎么会不知道你秦王政要来干嘛？等你来查，我看不用了吧。既然已经东窗事发，这嫪毐告诉赵太后说，要不这样，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先发制人，杀这嬴政，并且夺下这大王的位置吧。这太后一听，这怎么可以啊？他是我的小孩，也是秦王。嫪毐回答赵太后说，我们两个不是也生两个儿子吗？这秦王位置就交给我们两个所生的儿子来当就行了。既然要造反，嫪毐就必须要有军队，所以呢，他伪造秦王以及太后音信，调动各地的士兵以及宫中的侍卫，还有秦王的骑兵。最后呢，他还召集了外族的首领，并且加入他门下的食客之后，直接发动政变，
对着秦国的齐灵公展开攻击啦。哇，真的假的？这想法会不会太天真啊？就算你能杀了秦王政，这秦王的位置应该也轮不到你小孩来坐吧。不过我们不用替他去烦恼这件事。是的，因为秦王政这趟来的并不是来调查的，他这趟来就是要逼反你嫪毐的。所以你想他有可能没有准备过来吗？不可能的啦。在听到你嫪毐造反的消息之后呢，秦王政也立刻下令，由这相国吕不韦以及昌平君熊起还有这个昌文君等人立刻领军出兵去讨灭这乱党。哇，这招狠，要吕不韦自己动手除掉这些党羽了。虽然此战是由嫪毐率先发动突起啊，而且他的人数呢也远多于秦王军队啊，然而秦王政仅仅一道命令，所有剿灭乱党有功的全部官升一等。这一时之间啊，咸阳城中的士兵啊，人人争先，个个神勇啊，大家一股劲的往前冲，要帮这秦王啊解决掉这乱伦的贾父，还有处理掉这个玩车轮的贾太监啊。这秦王政的第一场夺权之战终于开打了，那会鹿死谁手呢？他会夺回他应有的权利吗？还是这当中会有些变化呢？这故事会如何的发展呢？我们到下次才能跟各位说咯。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若喜欢我的故事，要麻烦您记得动动你的手指，给我五星评价，或是点赞、订阅、追踪以及分享哦。当然，也欢迎您留言分享你对这一集的想法，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或是饮料，让我有持续创作的动力。其实历史就是顶层阶级的生活记录，了解顶层阶级的思考逻辑以及做法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未来。谢谢您来听我说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啰。